看那个角球直接发给禁区外，要直接打门了，王东升这角球球进了。虽然王东升的射门这个位置应该是一脚抽，这个球人员跑位上啊，包括掩护上都已经很好的达成了之前设计的这个目的，但是射门质量说实话并不高。可是呢，球门前人从当中伸出一脚，又是角球，广州队的角球防守很愁人，这次发后点头球，梁诺恒3-0。梁诺恒今天梅开二度，第一个抢到点的当中的大多数可能都还会进。现在广州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今天